等等，差别不止这些。你看，Aperture 300D 还需要用一个控制盒跟变压器，就还有这些笨重的线材啊，还有电源线，这么多东西，这个也几公斤哎。等等，这还有差。等等，爱图仕还更重哎，它还需要使用这个变压器跟控制盒才可以使用，还有这些笨重的线材。我们的若瑞真的全部都不需要。等等，Aperture 还更重诶，因为它还需要用一个控制盒变压器才可以使用我们的灯光，还有一些笨重的线材。这个若瑞它真的，若瑞真的就是这样子的重量，然后加上一条小小的电源线，然后若瑞真的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的灯光轻量化，那若瑞真的就是一个轻量化灯光，然后接上一条电源线，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的灯光。哇，差太多了吧？这重量直接差超多的。